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课程内容是素描入门知识，也是几何结构，结构素描。然后今天画什么内容呢？今天画正方体，正方体，然后拿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正方体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如果看到正方体，可能就是比如说魔方，比较常见的，它每个面的线都是一样长的，所以说画出来都是直线。绘画的时候就是要笔要削长一点，要中炭，用炭笔去画，所以说你要准备好炭笔，还有纸还有画板，还有橡皮，这是必备的。好，现在正式开始画了。好，现在开始作画所以笔要准备好。所以呢，一般怎么画呢？我们先定好点，画画，比如说用侧锋，好，定好点，定好点，比如说我想画这个物体多大，先定好点，先是吧？定好点。我们因为先画的是一个正方体怎么画呢？先定好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最高最低，然后呢，先画这条线是吧？这条线。先画也是侧锋，这样侧锋拉线这样。轻松一点。很多同学如果一开始线画不直，然后老在描很多遍后呢，就是线就会变得很粗又很重，所以你想擦都擦不掉，所以越浅越好啊，画画。这么好，所以轻松一点啊。好，侧锋，那这根线怎么画呢？这根线肯定有透视的，所以说所有立体的东西，有空间感的东西，它都是有透视关系的。这个透视怎么理解呢？这个透视肯定就是这里会变大，前面大，这里大，慢慢变小，是吧？近大远小。好，我们这个线就类似一个我画一个透视给你们看，就是类似我们火车看火车一样。好。我画一个透视点消失掉一个透视点是吧？也是一样，慢慢，这个点是吧？消失掉就像一个火车一样，好，消失的一个点，慢慢消失到这里消失的就比较快了，这个面消失很快，因为它很斜，越侧消失的就越快。好，把这些点连起来是吧？就是一个正方体来的透视点。好，它因为这个是侧面，你看观察左边侧面，它消的点呢会很快的这个面因为它比较没有左边那么侧，所以它慢慢消失这个点延伸的比较远它才消失的这个点。等一下我消失的时候，这里这个点呢会慢慢倾斜一点点，会变窄一点点，你看右边会变窄一点，所以我定个点给它会变窄，你看平行下来，用笔慢慢，然后呢斜一点点平行，我定个点，然后呢再拉直线，这样拉直线慢慢，所以最基本的透视关系基本的透视关系，然后呢也是轻的画线，越浅越好。好，这线画，好，这个面刚讲过，这个倾斜度很斜的，画斜一点。然后这个呢，平行下来也是一样，慢慢，会更斜一点，是吧？所以你定好一个点，是吧？定好一个点，它会一说这个线，这个线会长一点，这个线会长一点，这个线会短很多，是吧？它因为它越侧越扁，所以它透视线会越窄，就会短很多，比这个会短。也是连直线连直线。好，下一步怎么画呢？把左右两边的一个轮廓线给画上，就竖的线也是侧锋轻轻这样拉直线，笔要握长也一样。浅一点。好。如果不是很直是吧，再修多两遍给它。也一样，慢慢切直线。好，现在就画上面怎么画，因为上面你可以观察一下我刚讲过透视点上面也会变窄一点，这样平行上去
是吧？然后窄一点点，所以定个点给它叫定个点，然后呢也是拉直线是吧？拉直线。好，然后这个点连这个点就哈、啊、就可以画出来了。这里还是也有透视，你看刚讲过，这里的透视也就会越来越窄，慢慢越来越窄是吧？越来越窄。好，再窄一点点，你看透视感更强一点，空间感更强一点。好，现在基本的一个轮廓还有内形出来，所以我们把透视画出来，那它结构的透视线画出来也是一样，也是这里怎么画呢？也是直线轻轻画，因为透视线会更浅一点画的时候。好。你看到这么正，你就看到这个纸就行了，因为纸是吧，就平行纸就行了。好，要把这些怎么画也是讲哦，这里会越来越窄，也是一样越来越窄啊，越来越窄。所以画的时候也是会慢慢向里面倾斜一点点这样。啊，这个点，那这个点啊，肯定是连这个点啊。好。下一步画交叉线啊，交叉线。就硬烫，因为透视线比较浅，所以用硬烫去画。怎么画呢？你先画的时候先点，点对点，浅一点，然后呢，慢慢再把它压重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交叉。好，下面也是一样。啊，先不用下笔，轻轻啊，点对点。然后呢，慢慢再连上去啊。好，然后呢就画交叉的啊，交叉的，慢慢点对点，中心点对中心点，啊，直线画下来呀、啊，点对中心点。好，下一步怎么画呢？下一步用中烫啊，把中锋啊，中锋排线，就像平时我们写字一样，所以握笔啊，因为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握笔？因为这样握笔压出来的线会很顺。啊，比较黑，画起来线比较清晰。好，也是中锋这样排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如果我确定光从这边照过来，是吧？光从这边啊，右边照过来，可能左边就会偏暗。如果从左边光从左顶光照过来，可能这边会偏黑。所以我选择的是右边照过来，那光源从右边照过来。所以说呢，这边就偏黑一点。这边是亮部、暗部，是吧？暗部黑白灰嘛，这边是灰部。好。我先写一个字先啊，这里是黑的，啊灰的，白的啊，上面是白的，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就压重啊，暗部先，嗯，所以压线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啊。一定要画直啊，修直。好，然后把这些线呢、啊，都是画直一点点，把笔竖高，所以笔要削尖。啊，这个线是最黑，是这里啊，这里最黑。因为这里是投影来的，完全就是背部啊，不受光的这条线啊，好，把它压黑。好，把它压清晰一点。好，也是中锋卡黑，所以这个是要基本的一个排线基础，这个是要多练啊，平时要多练。好，把上面这些角对角连上，好，画清晰一点。好，这里因为这里光从右顶光射下来的话，它这根线。它肯定是最浅的，所以说我们稍微啊，轻轻画一下就可以了，用侧锋画啊，
浅一点，轻一点，啊，用这些线你来重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把透视线也轻轻画重一点点给它，就画清晰一点，不然有点模糊啊，不清。好，下一步怎么画呢？比如说光从这边坐过来，因为这里肯定是投影，投影呢从这个角开始慢慢啊延伸啊，慢慢，投影是所有画面当中是最黑的这个点，啊，投影的轮廓啊是最黑的，靠近这个角，慢慢变浅啊，好，变浅。慢慢变淡了，消失掉了，慢慢变浅。好，然后这边的一个阴影关系是怎么样的啊？前实后虚，啊，前面实就是说前面比较重，后面比较浅啊，比较模糊。就像我们啊看远方的风景，可能就变比较淡啊，颜色会清淡一点，所以说会模糊一点。所以我们也一样画这里的时候，也会变浅一点。这里会重一点，入门那个课程也教过了，是吧？怎么握笔，怎么排线，也是一样，像拉直线一样，像侧锋这样啊，侧锋一根画密一点啊，一根画密一点，啊，不够密呢，你就重复的排，啊，我第一节课也说过是吧？如果有一些同学如果排线是乱涂了，肯定不行，所以呢，一根一根一定要整齐啊，又稳住啊，不要急躁画画啊。好，一根一根密一点，啊，不够密，重复再轮回排多几遍给他。好，侧锋啊。然后呢，往这个方向也排一层，可以交叉的排的排线啊，交叉的排。慢慢变淡啊，慢慢消失掉，越来越浅。比如说投影这里啊比较黑，所以呢，我们用到中锋去啊去画，所以画的时候用力一点，一根一根去画，把线给排密。好，一根一根的来，不够密啊，我重复再排多几遍给他。啊，因为这一块啊是所有物体当中是最黑的，画面当中最黑的。然后呢，排这个面，这个面怎么排呢？也是一样啊，平行它的一个侧面结构啊，一根一根的来，不要急，慢一点，不够密是吧？重复再排。啊，不够密，重复再排。
好，下一步啊，也有可能沿着转折线去排线啊，这条就叫转折线，明暗的转折线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啊，沿着这个转折线去过渡。啊，树的排线也是一根一根的、啊，密一点。啊，等一下不够密啊，再重回排几遍给他。啊，慢一点排。好，现在轮回来，反过来排。这里比较浅的话，重点这个角落这里。好，这个角落啊，它是比较啊重的，因为它光从这边打过来的话，这边完全照不到了。这边为什么浅一点？因为它受到环境色的影响，就变淡了一点点。所以这个角落好像画重一点点给它。好，这个边缘转折线也画重一点，慢慢过渡到里面。好，啊，这个角落这些缝如果没画的，就画密一点，啊，修整一下给它。好，基本的一个啊正方体的一个结构性素描已经基本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开始也是定点构图，是吧？理解了一个透视关系，还有一个前实后虚的一个空间前后关系，还有排线的时候注意侧锋，还有啊中锋怎么去压黑啊，怎么去定点，怎么去排线，排线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。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也讲过，所以这个线一定要回去啊，平时有空就要多练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就可以插到一些乱的线，是吧？保持干净啊，一定要保持干净。如果有乱的线，要擦干净给它。